我们的内在与外在自我，思考题八：内在与外在自我。我们的内在自我是我们的意志，它是我们独处时思想的根源。比如我们在家里的时候，我们的外在自我是我们在公司或公共场合的言语与行为。那么我们的内在自我就是仁爱和信仰，属于我们意志的仁爱和占领我们思想的信仰。在我们经历重生之前，仁爱和信仰构成了我们的世俗自我，它被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。这可从以下事实看出：我们在公司或公共场合不能像在家里时那样行事，导致内在和外在层面分裂的原因是，民法对那些做坏事的人规定了惩罚，对那些做善事的人规定了奖励。由于没有人希望受到惩罚，而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奖励，于是我们强迫自己做出一个与内在自我分离的外在自我。奖励的方式是财富或良好的名声，除非我们遵循法律去生活，否则一个都得不到。这就是为什么道德和仁义是外在的，即使那些内在没有道德和仁义的人也在实行。这就是所有虚伪、谄媚和假装的起源，摘自《真实的基督教》592节。核心理念。上面这段话使我们对内在和外在生命有了明确的定义。请注意，在思考题五中，史威登堡说内在自我由良善和真理构成，在这里他说是仁爱和信仰。他实际上是用两种不同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概念。良善是仁爱的深层原则，正如真理是信仰的深层原则一样。反思。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时间里，留心你的想法和你实际说的与做的之间的区别。你的意图与你的行动有多少次是不同的？有多少时候是相同的？如果把你的意图及你的意志看作是你灵体的东西，你对自己所思想和意图之事的观念是否有了改变？